是什么东西叫今天我们做一个地质传说吧，它的名字叫做脑海之门。它这个据说这个地质传说它很像类似三个国王还有半个夫人女人一样，这个地质传说它是属于入梦的地质传说之类的。我上网调查，它是属于美国的地质传说，这个相当危险。首先它的规则是这样，一个道具必须要有多长的蜡烛，时间呢最好是晚上，我限定为大概是一个钟，但是半个小时就可以了。然后人呢要两个人，首先这个人呢赞成的去，因为呢他想做这个一个实验品。我只想做实验品一下。地点呢让你选，它的做法是这样子，你首先你必须要关完整个灯，再来呢你要用蜡烛呢把它点亮，之后你要按摩那背圈门呢，按摩在那个太阳穴里面，看它潜入是到底有多少。我不知道这个规则呢会不会太危险，各位观众千万不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好，我准备好做这个背圈门的人，开始这个仪式吧。看很可怕，看我开枪先，战神在我旁边，就是战神的手，限定为十五分钟样子。哎，他跟我讲要睡觉，没关系。好了吗，战神？好了。你现在很远水，很远水，希望你可以进入这个门。你没有看到，你知道是门。洛奇，很多个门哦。如果你看到的话，你就进去了，你就看战神。OK， 好的，我一个个去选。我看到这个青色门里面是。很像小孩子换的游戏样子，所以呢而且是很美一下。出来再看下一个门是什么。好的，我出来一下。那个什么吗？这个是蓝色之门，我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充满都是一个海。再出来一下，再看下一个门。这个里面好像没有。再下一个门了。嗯，出来出来，快点。这里这个粉红色画只有花花草草样子，就不骗喽。没有，各位观众，我是看那个蜡烛，因为我这里风扇很多，没有办法，这个是战士的家，屌，爽，接下来，好像锁住了耶，这个门，再去别的房间，就感觉只是。很像很普通样子哦，像三道门。要问这么多，去看。接下来哦，你觉得什么感觉？感觉好像不适合样子。我三道门呢，你看一下。这个门也是紧锁紧了。再来什么门？再找一次，你可以去到原点这个门吗？太多门了，我随便选一个啦。嗯，我再看一下哪一个门哦。你现在有什么感觉？战神？嗯，感觉比较晕哦，现在。据我所知，如果假设你这样子的话，将。去三个门。好的，我先看一下有什么门还没有开过。可以可以，开到门。OK， 开到了。可以。还是一样一片空白。这样下来，这个门没办法开上。再找一下，看有没有城市之门。嗯，不，这个银色门到底是不是我的意识之门呢？有吗？里面有东西！快出来，快出来！在这里。幸好没有跟过来。不然完蛋了，还是找来找去都没有哎。时间到，我看这个交通，看，好，快收工。
这个需要一阵子。我起，我觉得很晕下，真的。啊，暂时没有事情。所以今天我的部署场就做到这里。好，如果喜欢这个影片，按赞、分享、订阅、暂时的频道。他现在没有，他现在继续上。这样，现在部署场，或者是我的世界，再见了。